喂，俄罗斯系咪真系会分裂咧？咁讲，咁啊，似乎咧，普京咧就好似有讲到啊呢单嘢。喂，普京咧有提及到，咁啊，似乎西方社会咧都真系想去死嘅。咁啊，想咧即系普京咧就玩完，咁啊，想咧就佢哋分裂。咁啊，佢都有讲到嘅。咁我哋都睇下普京嘅讲法啊。咁啊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啊，佢咧就有承认到啊。咁啊，俄罗斯联邦咧可能都有啲风险咧，系会面临崩溃嘅情况。咁啊，到时咧就好多人咧都可能散晒嘅。咁但系咧呢个说法，我相信咧就讲嘅啫。你话即系佢系咪真系觉得系咁咧，就另一回事。咁你问佢咧，咁啊，其实咁讲啦，就算俄罗斯分裂都好啦，如果佢仲系掌权咧，其实大部分俄罗斯无论系嗰个嘅资源上面啦，咁啊，同埋呢个军力上面咧，其实就未必话会好大幅度削弱。不过咧，冇咗东方呢啲民族咧，佢哋嘅兵源嘅补充咧就会差啲嘅。讲真，咁所以对东方嘅民族，对佢哋咧啲加盟共和国，对佢哋最紧要就嗰个兵源上面嗰个嘅。号召咧，其实系差好远。咁啊，佢嘅说法就话，即系西方人系刻意咧想分裂俄罗斯啦。咁啊，又系咧去制造一啲外部矛盾啦。咁咧就团结内部啦。咁其实呢啲大家好熟啦。咁啊，普京咧又做呢啲嘢咯。啊，咁所以咧呢啲咧就话信几多咧，即系大家睇啦。信得多都真系双目失明啊！咁咧，来自咧乌克兰啊，电视台同埋咧俄罗斯咧，佢哋嗰啲嘅报社咧，其实佢哋咧喺琴日或者今日都有报道噶啦。咁啊，佢哋接受翻自己嘅电视台啦。咁咧就喺入面讲，咁啊，西方国家嘅目标系要分裂咧，苏联啦，啊，亦都要分裂咧呢个俄罗斯，啊，然之后咧就将咧俄罗斯咧就再即系拆散啦、拆骨啦咁样，咁啊再摆入去咧。欧洲啊，或者咧其他地方咧，唔同嘅文明入面咁样，所以其实佢嘅说法就好简单，就佢哋受害者嚟嘅。咁呢个受害者咧，就即系咧喺俄罗斯人咧喺欧洲人面前咧系好难生存啦。咁啊，不停咁俾佢哋打压啊，不停咁样迫害。咁大家会觉得好熟嘅，即系呢啲都系大内宣常讲，就系即系来自外部嘅威胁啦。咁呢啲咧就系嗰啲外国势力啦。亡我之心不死嗰啲咧，咁你发觉其实好多国家都中意用呢啲外部嘅威胁啦，嚟团结内部嘅。咁啊，尤其是喺内部咧相当艰难嘅时候，即系包括经济啦、动员啦，啊，或者一个社会稳定嘅层面啦，啊，粮食啊、能源啊等等嘅危机，其实俄罗斯都比一般国家好噶啦，即系包括佢嘅天然资源系好啦，人口唔系话特别多。咁而佢本身都叫做一个民主嘅体制，所以即系佢叫做有个民主体制，但系当然 manipulate 件事就唔系太公开同透明，但系佢都有个位可以俾你走赚。咁所以对政客嚟计咧，即系尤其是嚟普京呢种咧，即系操控咗咧二三十年嘅政坛嘅人啦，咁变咗佢回旋嘅空间咧会比较大。咁所以佢喺呢一刻咧，佢就强调咧，俄罗斯系会散。咁喺佢嘅心目中咧。就真系得个讲字嘅啫，就佢讲嘅话，俄罗斯会散咧，就得个讲字，即系喺佢嘅心目中咧，喺佢嘅带领咧，俄罗斯系唔会散嘅。咁啊，呢个咧就相信同坊间嘅讨论咧会有啲分别。咁当然你话俄罗斯客观上会唔会散咧？咁啊，亦都唔系普京一个人即系话到事啦。咁但系始终咧，我哋讲一个国家咧，佢哋嗰个经济嘅命脉啊。佢哋嗰個兵源啊，嗰、那個就即係好多，即係軍事上啊、經濟上兩個大嘅位咧。咁我都相信普京仲係牢牢控制緊咧經濟呢一塊，同埋咧軍事呢一塊。咁如果呢兩塊你係揸得喺手咧，都係好穩陣咧。咁就變咗你話要分裂個國家或者要拆散，就唔係咁輕鬆。咁當然咧，最緊要就係個派餅仔嗰度咧，要繼續派得到啦，即係包括啲寡頭要派得到啦。派唔到嘅就要将佢搞掂啦。咁啊，大家你见咧，之前咧咪有啲咩乜乜部长、乜乜部长唔觉意就消失人间噶嘛？咁你就知就有啲嘢咧拆唔掂数咧，就要搞掂佢。咁俾得你搞掂啊，即系条数就搞掂咗噶啦。咁喺咁嘅情况咧，你见到都
一啲寡头都仲系俾佢牢牢控制啦，人民又冇嗰个反抗嘅情况，咁而有啲俄罗斯人啦，尤其是喺莫斯科或者封闭啲嘅州份，仍然系对啊政府咧嗰个嘅情况唔系太过反感，即系都唔好话好支持，起码反感就唔算，咪最多都系逃避下兵役嘅啫，咁但系其实都仲系有唔少人咧都参加兵役嘅，即系你唔好理佢，呃你氹你吓，签合约咩都好，总之佢就系有。啊！佢繼續係有人員可以派到上戰場，咁你就好難想象到，喂，你仲有咁多士兵咧派到上去，你點樣分裂俄羅斯係咪？所以咧呢一刻咧係難嘅，不過當然啦，歷史咧有時咧諷刺就係、是，即係雖然你睇落去咧就好似國家仲好穩定，但係原來咧一早後面咧就已經咧好多裂紋啦，突然間咧有個風吹草動咧就會散，即係例如大清帝國嘅滅亡咧就唔係大家咁。突然间谂到，即系一夜之间啊，或者我哋讲到前苏联嗰个分崩离析啊，即系有啲嘢咧，又未必喺表面伤痕咧睇得咁明显嘅。咁我只能够讲咧，就俄罗斯如果你话真要崩溃咧，好大一块咧，我觉得咧就系来自经济嘅。即系如果佢经济咧真系搞唔掂咧，咁啊，即系嚟话佢嗰个金融体系啊，完全系崩裂啦，冇办法融资，找唔到数，咁啊，尤其是找唔到公务员啦，找唔到军队啦。咁啊，呢啲就一定系好伤嘅事啦。大范围出现罢工啊，好大范围出现一啲可能饥荒啊，出现一啲能源短缺嘅问题啊，咁样。咁啊，都即系以俄罗斯嘅体量咧，都需要好大嘅危机咧，即系一次过走出嚟先会。咁但系咧，另一个咧就系、是，如果呢啲情况出现之后，但系俄罗斯仍然系参战啦，仍然系死都唔肯退出咧，咁啊危机又会大啲嘅。讲真。咁當然你話喺俄羅斯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少數民族咧，即係大家都知嘅，即係尤其是喺東方嘅地區咧。咁啊，剝削佢哋嘅情況嚴唔嚴重咧？嚴重，好嚴重添。咁但係問題係佢哋呢啲咁嘅共和國咧，你冇一啲嘅強人走出嚟去帶領佢哋咧，咁佢哋長期咧即係俾俄羅斯咧高壓管治啊、擠壓啊等等咧，又未必能夠形成到有效嘅一個反抗意志咧去做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呢啲咁嘅细嘅国家盟共和国啦，加入咗俄罗斯联邦，系咪真系有啲似咧前苏联嗰种咧？咁多个共和国突然间一次过散，其实里面都有大佬，即系包括前苏联嘅大佬咧，就是、包括我哋讲叶利钦啦、俄罗斯同埋咧乌克兰咧，佢哋互相谂住啊，到时咧就要拆散呢个苏联嚟独立，咁啊两个就有计啦。咁啊，两个亦都系入面最强大嘅两个国家，咁散咗，其实苏联就已经冇意思啦，就冇呢两个，其实已经系溃不成军啦。咁但系你话有冇而家一啲嘅俄罗斯咧联邦系去到做到咁嘅情况，就唔觉有。就算散咗，普京管住咧西部战区大部分嘅地方咧，佢系会比以往系弱嘅。咁啊！但系如果佢能够牢牢揸住咧乌拉山岭呢个地区，咁啊附近嘅资源都仲系落喺佢手上嘅话咧，其实你话石油、天然气，如果佢都仲有唔少喺手咧，咁变咗佢都仲系一个好麻烦嘅人啦。咁同埋你要俄罗斯散咧，西方各国都唔系咁想咧，即系见到前苏联嗰一次咧，其实佢会觉得系已经系惊噶啦。因为如果你解体，会唔会对嗰个核扩散会出现个问题啊？甚至乎佢哋造成好多即系难民啊，咁啊四围逃窜啊，咁啊带嚟一啲比较灾难性嘅，即系例如其他国家嘅边境啊嘅压力啊，去处理难民嘅问题啊、治安问题、下一代嘅移民嘅问题啊等等咁样。咁啊呢啲咧都系即系等于北韩一样，北韩咧冧咗，究竟嗰个国家入面啲人啊，海何从啊嘛？点样养起呢个国家嘅人？咁呢个都系西方社会咧，即系我谂智库又好啦，政府又好啦，即系佢哋都担心呢件事，系嘛？即系你数千万人嘅，你讲紧唔系简单嘅，几千万人。咁啊，同前苏联嗰时，即系前苏联散嗰时个谂法，我谂佢哋应该差唔多。但系当然啦，前苏联咧担心嗰啲嘢啦，例如话。嗰啲核武庫啊，嗰啲咧就唔算好大件事，因為始終咧，我哋講到喺蘇聯嘅中央啊，即係以後來就俄羅斯取代咗啦，咁啊其實都仲係比較強力，都仲係一塊嘅，冇散啊。
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，我就觉得其实俄罗斯分裂咧，我就唔觉得系一个命题嚟嘅。就算分裂咧，会唔会好似上次前苏联咁？佢嗰个俄罗斯中央嗰度，如果都仲系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政权可以喺度，其他你话东方嗰啲省咧，佢哋自己生存力都比较低嘅。即系佢哋自己咧，我当佢哋唔满意俄罗斯自己分裂，挨唔得耐啊！佢哋嘅财政，即系如果得唔到咧，苏联政府嗰边嘅支持或者俄罗斯政府支持，佢哋都唔系好搞得掂自己啲内政，去到最后可能都要乞求咧莫斯科嘅援助，咁即系又系要翻去。咁啊，你会见到啦，即系呢啲地方咧，其实能够最后摆脱到莫斯科嘅控制嘅机会都唔系太高。咁所以某程度上，俄罗斯都已经分裂到咧，好难会再一个大嘅分裂。你话拆散到99份又唔出奇，但系99份最紧要就系嗰99份都系细，最大嗰份仍然系一嚿嘅话咧，咁就算你点样分裂，其实都唔会去到大家谂住俄罗斯系会散会死嘅情况。咁啊，呢个就当然系我哋纯粹本台或者我个人少少嘅睇法啦。即系我觉得就你要俄罗斯死咧。你要令到佢所有嘅体系都崩溃，石油体系嘅崩溃，天然气嗰个嘅崩溃，佢哋出粮嘅制度，佢哋入面劳工嗰个嘅制度，即系你要将佢哋好多嘢都打散。西方系咪有咁嘅力量去打散咁多嘢？有冇咁嘅强烈嘅意志去做？咁啊，大家系咪又能够团结呢？同埋我哋讲过啦，唔系净系靠你欧洲揾食嘅，俄罗斯系可以靠非洲。拉丁美洲、亞洲、亞洲都唔少。中國之前都俾咗5架咧超級郵輪佢啦，俾咗5架幫佢，等佢可以運油運到嚟亞洲。咁你睇下，即係你已經知道咧，其實就喺呢啲位入面咧，好多國家都係養緊俄羅斯嘅。你要咧要全世界一齊制裁，制裁到好似北韓咁，都仲會有窿就，即係北韓都未死。咁咪点啊？几时会制裁到俄罗斯会死？你大家明白呢件事？咁啊，世界系有啲黑暗嘅呢个位，即系我只能够讲系真系会有少少黑暗。咁啊，大致我哋去观察分裂嘅情况系咁样啦，即系好现实嘅。佢哋嘅分裂就分裂出去嗰啲都系啲唔重要嘅，唔重要嗰啲共和国啊，分裂出去。都系远东嘅地区，佢哋喺圣彼得堡啊，剩嗰啲，我觉得佢哋嗰个分裂唔会好大，即系圣彼得堡系分裂唔到出去，个军力分裂就唔到出去，即系莫斯科只要呢度唔散到几嚿，就佢哋系好有可能掌握到翻咧佢哋嗰个京畿附近一带。咁你回顾翻就红白战争啦，即系白俄同赤俄啊，当时啊。一个红白战争咧，你就会大概了解到，即系俄罗斯入面咧，即系打呢啲内战嘅情况会点样。你大家可以试下重温翻，你大概会估到啲啦，即系佢哋嗰个走向啊，嗰啲个问题。